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04集的节目。拍了两集不太正经的节目，这一集的话，我决定呢稍微的回复正常严肃的一个分享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今天的话呢，接着呢跟大家做地出系列一个 Deluxe Class 的一个叫做铁匠的人物。首先的话呢，你们发现这个包装盒跟你们的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我把它拿反了啊。好，我知道不好笑，对不对？好了，这个它是一个拆解式的变形金刚，就像围城系列的每一波呢，都会有一个啊，像齿轮啊，这个六枪啊这些啊，它都是将一个角色呢拆解之后呢重新组合的。那它有一个 combine 的，就是一个组合的一个乐趣。那能不能接受，这是看个人了啊。我自己的话呢，并不会特别喜欢。所以这种，你有没有发现到，从围城以来，这种拼装组合式的这个机器人的话，我都是留到最后一个才做，因为。基本上兴趣度是比较低。那它的侧面的话呢，连人物都没有啊，它直接是一个就是工作台或什么样的一个形象。那这个铁匠这个人物呢，好像呢在以前的系列里头，它就是没有机器人的形态的，它好像就只是一个这个一个工作塔还是怎么样啊？好像这个机器人的状态呢是地出系列才特别赋予它的啊，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如果有错的话，大家给我更正一下啊。那如果不更正的话，大家就当然是对的啊。谁叫你们没有及时阻止胡不奇车的错误，让他继续胡说八道呢？那它的一个机器人的大小是标准的一个 Deluxe 等级的一个尺寸，然后它的一个头雕，我一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头有点像这个 Science Wipe 那种感觉。那它是一个口罩脸，然后又是红色的墨镜。那这个口罩的这个部分的涂装是稍微潦草一点，感觉喷的不是很均匀。那身上是黑黄，还有一些红色点缀，基本上是比较硬派的一个涂装。而它的一个黄色的话，因为是在这个黑色的塑料件上夹的一个涂装，你会发现它这个上面有一些油污的感觉。那基本上我是不管它是这个是乱涂一通还是说刻意营造的效果，我是觉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配色啊，都是有点油污的感觉。当然这个漆面是稍微有一点点厚，但是还不至于说会到剥落啊。但是你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它对细节的精细度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好，那这个包括这个身上这个枪也是一样的。那它是个枪的话呢，你也可以让它拿在手上，而它这个手臂的话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拳头里头一个洞。另外一边则是一个吊钩了。那这个吊钩的话呢，是整个是一块部件啊，并这个吊钩是不能够再去做一个转动的。那我们就先简单看一下它的一个，从细节顺便看一下这个整个人物好了啊。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但是非常的紧啊，非常的紧。左右动的话可以，但是推着时候呢是蛮耗力气的。前后左右当然没有问题了。手臂的平举两侧都是有一个平举的一个空间的。那一样呢，并不使用球形关节啊，这也是比较让人欣慰的。那两手造型不一样啊，因为它是组合成不同的一个部件，这一块部件呢也是可以拔下来的。如果你要把它的这个手臂呢两手做一个互换啊，这个手臂这里呢变成是一个这个雷射枪啊也是可以。那再多出来这个部件的话呢，你可以啊互换一下，勾过来也行啊，就伪装成这个手，你这样子稍微转一下啊，把这个手伪装成是因为另外一个钩子的一个感觉啊，就看个人的一个喜好了。那它的一个背后的话呢，有背板有两片，上面这一片的话呢是靠着一个两个孔洞去做一个组合的，在这个地方两个孔洞组合上去。下面这个就比较有趣啊，它的一个腰身的一个部件，你看它的腰是在下方，而它的腰的话是靠着这个地方啊，像是这个门的这个页面一样这样转动啊，所以它的腰是不能够360度的转动的啊，腰部只能够左右各几十度的一个空间而已。然后这里是那个你看你插我插你的一个组合方式啊，民族大融合的一个组合方式。然后这个背板再这样盖上去，把后面的空洞呢给组合起来。脚的话往前往后踢没有问题，因为变形的需要啊，这个大腿是可以收进去小腿内部的，所以它的这个膝盖的一个弯曲的程度呢自然就会大于90度了。那这个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但是另外这个脚掌的话呢，原则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脚掌是整个是往前延伸多，往后几乎没有什么往后的一个延伸，因此这个人物的一个在站立上的时候呢，往后倒的情况呢，你看啊，往后倒的情况是比较容易去发生啊。你就是当然不是不能克服啊，就是以这个身上的一个配件啊、手啊去平衡一下重量啊，就是可以去避免掉的。那细节的话呢，各位也就如画面里头所看的啊，还是比较恰到好处的。那空洞偷胶的话就是小腿后面，不过这是变形的结构了啊，变形的结构。那我们的话呢就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
首先我们先把它整个完全拆解好了啊，这个部件是可以拆下来啊，枪的话也拆下来，然后这个枪的话是本身是这个，还必须要再把它给分开啊，枪、钩子这个，然后两手臂呢是往两侧可以打开来啊，胳膊，两个胳膊是可以拿下来的，腿的话呢是从大腿这个地方把它给拆开，两腿都拆开。拆开之后的话呢，原则上啊，这个腿都是以这个形态呢做一个展示，就是这样子。另外腿是一样的啊，原则上是这样子放的，两块部件。然后这个身体的部分呢，是把后这里还有这个后面这个板子啊，这里提过这个板子把它拆开，然后这块部件呢也是这样子拆开的。好，最后的话就是剩下身体这个部分了啊。那身体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说明书里头呢有提供了两个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先把它这个头给往后面缩进去啊，不对，先把这个头转180度好了，头转180度，OK，这样缩进去。那这个我先大概讲一下这个好了。首先它这个本身也是一个，这边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怪兽，就是爬土机的一个形象啊。所以这个身体的话，这个变形我觉得有点意思。那我们先以，这几个部件呢，我们先来组合成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塔，一个指挥塔的一个形象。首先，我们要第一个呢，它的一个核心的组合部件呢，其实是这个，是这个有拳头的这个手，其实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结合部分。你看到吗？它是个两手正常的一个组合起来，这它有凸，有个凹，这边，这它的一个核心组合，然后再把这个部件呢往这边推出来。这两个凸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部件了。那组合的时候呢，就是把它呢这个脚掌拿起来，从这个地方扣上去。那两腿中间呢，这两个腿中间是没有结合的，是靠的是这个第三者的一个结合，对不对？它跟它是透过这个部件来做一个组合的。那是它一个基本的一个形象出来了。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一块部件给组合上去。组合上去的时候呢，是这个铁匠的话呢，用了大量的 C 型扣部件。C 型扣部件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地方往内扣上去，OK，咔的一声就扣上了啊。好，那么呢，这里多了这一块部件呢，按照它的一个默认的组合方式呢，是要扣在这个地方。那你这个，如果你发现这样扣不上去，你就是转个方向扣这边啊。你看你是要扣这边还是扣这边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这个并没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一个我觉得Hasbro 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地方。它的这个位置的话呢，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要扣上去，你看这里明明是缺了一角，可是呢，它就是透过这个凸，这边这个凸，这个凸去扣这个洞，从这边把它给扣上去，你就发现这一带就自动被它补起来，其实它后面是空的，但是这样子看起来就感觉好像它的一个整个基地的面积就感觉有点变大。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洞在这里。它就是要扣这个小小的凸，但是我们是先扣这个大的这个凸，这个大的凸刚好，然后这个地方转下来之后，稍微利用一点点的塑胶韧性，其实也不能讲塑胶韧性，因为它本身这个结合本身就是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弹性空间的，这样子扣上去。好，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呢跟这块部件之间的一个稳定度呢就会提得更高。那再来就是我的习惯呢，是把这个拆这个枪，我的习惯是抵在后面这个地方。让它去跟这个后面这里有一个支撑的啊，让它后面，因为它本来后面是空的，OK，这样子放可能会好一点点。那最后的话就剩下这个吊臂的这个部分啊，这吊臂部分就最简单了啊。吊臂部分这里是有一个洞嘛，那上方这个地方是有一块凸的，我们就把它给抠出来。好，到这边这个凸，我们把它给扣上去，这样就行了。那这个吊臂的话呢，你是要这样子转，这样子。还是把它转成这样子，我觉得没有一定了啊，这个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 OK 载具的形态吧，隐藏的一个形态。大小尺寸呢，这是一个标准的低级的车辆啊，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低级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大小了。那这块部件你要连到这里怎么样都可以，这个没有一定的方法。那它的话都会有一些展示啊，我拿几个。拿一些官方的玩具跟他做个互动好了，这个是Titans Return 的一个头领战士的部分，如果你放在旁边，它的大小大概会是这个样子。那么呢，这个的话呢，则是官方的一个军团级的
其实军量级放上去太大了啦，你看这样的，其实大小尺寸是不合的，这样放，而且这个跑道已经没有办法 cover 它了。这个是那个上一个档期的一个玩具啊，至尊神力吧。那这个是魔方的这个滑车，这个也不行，这个都太大，这个基本上都太大。那你如果真的要跟它互动，可能要拿到 Legion 级，就是传奇级最小级别的玩具。那我拿这个是领袖之证时期的这个伊维克，这个的话呢，感觉还差不多啊。这个大小互动的话，可能比较接近，这样子放。那其他传奇级的玩具，像这个是领袖之证的这个塞尔维，这个放上去啊，勉强还可以。OK， 这个就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大小，就是只要大小可以的话，你就让它去做一个搭配好了。那除了以这个 Hasbro 官方的这个说明书来讲，它还有提供另外一套的一个，就是人跟这个铁匠互动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的话呢，也就给大家做个简单的示范啊，因为这种是属于一个组合式的这个金刚啊，大家创意度的话，就是看各位你自己去做一个发挥啊，这个没有一定的一个标准的。那我们先从腿部来开始做一个组合好了啊，它的一个组合方法就是呢，先把这个部件翻起来，我们要的是这个凸啊，这个凸就是跟这个这样子扣，哎不对，好像是往这左右脚好像，哎不对，应该是这样子扣啊，这个左右脚好像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放吧。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是变成一个增高的一个鞋垫啊，好，增高的一个鞋垫，这样的这个千斤顶的话就体格就变高了。再来的话呢，是它的这一块部件要拿下来啊，这一块部件呢跟这一块部件两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这样合并之后的话呢是扣在这个侧肩的话呢是以这个凸呢做一个组合，这样子啊，这可能是一个超大的一个防护盾还是怎么样，我估计它是一个很大的盾牌吧。然后再来的话是把这个啊，这个部件是把它给松开来，就把这个胳膊呢重新的松开，重新的松开，然后呢把它给放到后面，它这个后面的这个翅膀的话呢要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子整理好。再来是把这一个胳膊的这个部分呢，是这里这个凸到这边扣上去啊，这边，然后这里的话呢再继续跟这个结合，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它应该是这种组合方式啊，如果组合错了也无所谓啊，因为这个没有一定的一个拼装方式，你要知道它就是可以挂在身上就行了。然后最后就是这个侧边的这个，就是刚提过这个一个，其实它的这个铁匠的身体可以变成是一个怪兽，这样的扣上去，变成三头六臂的感觉，对不对？好，那最后的话就会剩下这个两把枪啊，两把枪就是扣起来，就是把它重新的组合一下啊，不对，组合是这边，然后按照它的一个放法的话呢，是应该是这个是转成这个方向啊，到这样，然后上方这里有个洞。我们把这个枪的话给扣到上面啊，这是感觉是一个什么来着，这个给它换个手，胳膊换一下好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转了啊，只能这样了吧。好吧，这样往后面多推一点点，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组合，跟机器人组合之后的形态。原则上啦，因为我这个千斤顶的话呢，它的这个膝盖呢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开始有点疲软啊，就是感觉不是站得很稳，所以这个装上去之后啊，围城的玩具呢其实是当时都比较紧，但是递出了一个松紧度呢，很明显就没有之前那么紧实。那我还记得围城当时在推出的时候呢，有特别主打说关节的紧实呢是为了要做一些外挂武器，怕这个玩具负担不了重量哦，所以才加那么紧的一个关节。但是递出变成关节比较适中之后，反而这个外挂之后啊，就已经很显然的就是支撑不太住的一个感觉啊，至少我遇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不知道各位的情况如何啊？那这个的话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围城系列啊，不对，递出系列第一波应该是最后一款了吧，目前除了大火车那个童模我们就不讲了，其他的几个
从Voyage Leader 还有这个 Deluxe 的玩具呢，我们都给大家做完分享了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啊。这个玩具本身特不推荐啊，忘了讲了。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组合式的一个结构，而且只有一个吧。你如果很多个拼起来，OK，以我玩变形金刚来讲的话，我还是比较不会把拼装式的、组合式的、拆装式的机器人放到优先收购，我是不会啦。即使特价，我可能也不会去收，不会去收，可能收一个意思一下，有个纪念意义，这样也就够了。那就谢谢各位这期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